谁呀？ 他们同步跑了，追！ 红哥，你把人钱，我往那边走吧。是你来的挺晚的，往这边走。过来，华哥，这小子可能没子弹，你先撤，我们俩在这坐点。 好，快点走啊！站长，你没事吧？他们同步跑了。啊，你就待着，我去追。明白。 老大，他们醒了，我醒了，好不容易把你们弄过来，死了我这么多兄弟，我是不是也捞回点什么？啊，行，带回基地，把肾卖了，给兄弟们换手机。是，老大，走，走。老大，误会了，我们是猛犸组织的人，同道中人啊。啊。 你们老大呢？老大和杜三换了衣服跑走了，中计了！赵武，把人给我找回来！我要见人，相信是。报。你们都是猛犸组织的人？是啊。张局啊，有证据，我们左臂上有猛犸组织的刺青，可以证明身份。还真有啊，老大。 八面佛早死，他们一定是在撒谎。是啊，八面佛早死了，一听你们就在撒谎。不不不，八面佛是死了，我们是他儿子巴木尔的人。那为什么混在人质堆里啊？我们老板抓了一批人质，怕被反恐部队营救，所以叫我们混在人质里冒充人质。那意思，除了你们几个？ 其他都是人质了，是。谢谢你们说了实话。你们是反恐特战队，还挺聪明的。小部队找着了吗？ 走了，师傅。
白猫呼叫舰长，在你偏北30度方向有眼睛，正在右手机朝你所在的位置拍摄。什么？你要是不露马脚，就等着吧。丁哥，丁哥，白猫，你在这等我。我去。白猫呼叫舰长，冰河已经前往你所在的位置处理眼睛。白猫呼叫舰长，我正在按计划行动，坚持住，我来。 玉红呼叫舰长，眼球很酸痛。舰长，交给我！ 队长，你的装备，快去保护病了。是。白猫呼叫舰长，7名人质已经研究成功，有图有真相。7名人质已经安全营救，3123219。我是英朝，已经接到白猫的报告，其他15名人质已经安全入境，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马上返回基地。舰长收到，请把所有人质的资料传送给我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我需要再确认一下。好，我马上传送给你。 舰长呼叫白猫，舰长呼叫白猫，白猫。
呼叫舰长，舰长收到。我有特殊情况向你汇报。请讲。特勤人员中将坠崖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早报告？事发突然，我们任务已经结束，所以没有向你汇报。知道了，我会妥善处理。是。 舰长呼叫英朝。大周，如果六号发生意外，我们的损失有多大？如果六号真的发生了意外，我们对猛犸组织情况将会一无所知。有没有应急措施？要知道，六号花了3年的时间才争取了巴米夫的信任，进入猛犸高层，接触到核心情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找人接替他的位置，还要花上3年，或许更长的时间。是这样的。事态紧急，马上确定六号的下落。长风，到。你命令猎犬小队在迷失森林一带搜寻六号的下落。另外，请 F 管有关部门配合我们搜寻。是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啊，都是咱们 DK 公司的精英啊。公司的江总要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 Z9 这个项目。哎，今天的项目发布会比以前大很多，简直是高大上啊！当然，
半个月就开始复试，没日没夜的，差点被累死。看不出来啊，你们对公司可是真爱。什么呀，他们都是尹菲菲那个心机婊，老总面前的红人简直没把我们当人看。小川，怎么了？尹菲菲呢？尹菲刚才还在呢，一晃就不见了。但是他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人体 CUM 值的浮动的问题。我们现在研究的 Z9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从根本上解决人体免疫功能的修补问题。现在我们这个系列还是处在实验室的阶段，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通过大家和我共同努力，我们会攻克这个难关。怎么样，老板？我把迷失森林附近都找遍了，没有录好的下落。通知社文到训练场见我。是。老板，你找我？你的视频我已经看过了，可惜让那个女特战队员给打断了，否则我一定能找到陆豪是内鬼的确凿证据。不，你已经证明陆豪是阻止的内鬼。怎么了？在你暗中拍摄的时候被人打断，证明是有人在掩护他们两个人的接头，而且执行完成之后陆豪没回基地，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拍到什么内容，担心身份被揭露才不敢回来。哦，老板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幸好陆豪并不在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的内容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老板放心，下次再见到陆豪一定亲手宰了他。当务之急是要等中国境内的合作伙伴把配方送过来，只要配方拿到手了，我们可以利用泼水节执行下一步的计划。泼水节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下一个任务就是尽快训练基地成员，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泼水节的计划。是。谢谢，谢谢。组长，一切正常，所有观察点都已经启动，随时观察美国的行动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他们回来了。一起观察。是。欢迎欢迎，上吧。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总监尚征。啊，尚总监，我们父女二人初来乍到，请你多多关照。哎呦，赵老，您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您是我们江总的老师，也是我们的前辈。您这样的话，是想先罚我三杯吗？这个是老师的宝贝女儿赵鑫，为了我们的项目专程啊，从部队转移过来。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和配合。那当然，江总亲自发话了，我一定高度配合，密切关注。你好。你好。开下午会了，饿了吧？你们先吃饭。谢谢啊。服务员可以上菜了。我们分析了利用突击队带回来的证物，可以确定
这是一种新的病毒，它作用于人体的免疫基因系统，但是不具备传染性，在柔软环境下活性不强，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，人类很难感染上猪。对营救回来的人质有没有感染上这个病？通过我们对人质的体检分析，发现人质体内的 QAM 值普遍略低，但是这并不能够确定人质被植入了这种病毒，因为这种病毒一旦进入人体需要一定时间的潜伏期，潜伏期结束后病毒才能够发挥功效，导致感染者发病。感染者一旦发病怎么处置？由于这种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常见，所以目前还没有根治的药物和相关的疫苗，只能用激素类药物控制病情。不过我们既然拿到了病毒的样本，我们会尽快的进行研究，争取尽快拿到病毒的疫苗。好，好的，疫苗的事就拜托你。是，继续秘密监控所有人质，随时注意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，有异常情况马上报告。是，非常的欢迎您还有赵先加入我们，来，大家一起来见一下赵教授。欢迎欢迎。借此机会让我宣布一下啊，最新公司的人事任命，任命赵鑫为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以及内疚项目的负责人，来协助我们的总顾问赵建明教授共同研发。来，大家欢迎一下。教授，我再敬您一杯，欢迎欢迎欢迎。谢谢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不用想了，以后要跟您多学习，以后多多关照，谢谢多多谢谢，互相关照，谢谢。没事，哎，可以靠你了，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怎么，部队的工资不够你买化妆品啊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不然我是在跟马桶说话吗？你父母没有告诉过你跟人说话用称谓的吗？我当然没有那么有学问的教授老爸，可以空降副总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。你是处理失业员尹菲菲？没错，我就是尹菲菲，工号45901。你要是想找麻烦，我随时工号。江涵，任命赵鑫的事，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呀？老师，您跟赵鑫的个性我都了解啊，即便是我跟您说了啊，您也是不同意，所以我就……这就更不妥了。老师，没什么不妥的，你想想看，您和赵鑫父女上阵，一定配合默契。绝对是项目负责人的不二人选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担心你这么做会不会让其他同事对这件事情有意见，影响 Z9 项目的研发呀。老师您真的多虑了， DK 是我们控股的有限公司，我们重视的是人才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这毕竟是在国内啊。但愿不会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对你和赵鑫有意见。我没有那个精力找你麻烦，毕竟这对于 Z9 的研究毫无意义。哎，你别走。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是你们江总三番两次的请我来公司，要不然我不会来的。毕竟搞科研的公司就不止你们一家，是吧？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应该对我尊重一点，不要惹你们江总生气。失陪了。等等，别走。赵鑫，给我站住！菲菲，你干什么？大庭广众，撒酒疯了，成何体统？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失陪一下。赵鑫，你过来。
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你没听他说吗？女孩喝多了耍酒疯了。嗯，爸爸累了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嗯。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干什么啊？你不可以那么对赵鑫，知不知道？他刚刚把我推倒在厕所，你看到了吗？就这条软柿子捏。你能够跟他相提并论吗？对，我当然跟他不能相提并论。他是你师妹，副总工程师，我算什么呀？一个打工妹而已。你别问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行，要打要罚我都接受，大不了让我走人，省得留下来让某些人看着碍眼。站住！怎么，还想让我承担法律责任？尹飞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识大体的好姑娘，没想到我看错人了。你走啊！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说我怎么不识大体了？你知不知道瑞九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？再重要，你也不能把人家当活祖宗啊！刚进公司就高官厚禄，还不问青红皂白就训我。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只看结果，我不会看过程。刚才你们吵架，我不管谁对谁错，我只会训你。他对我来说有价值，而你，你是自己人，懂不懂？我自己人。听懂了吗？自己人，自己人要可靠，自己人要识大体，自己人要沉得住气。今天的事儿是我不对，要不是他说你非求着他来公司，我也不会和他翻脸。那是好心办坏事。好了，我错了嘛，下不为例也行了吧？干嘛？愿意留下受委屈啊？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受委屈，有你，我还受委屈。刚才你说，他把你推倒在洗手间的地上，伤到哪了？还疼不疼？腿摔疼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车，车，那到底是哪疼？现在不疼。到现在，刘浩失踪快二十个小时。我们的人搜索了周围五公里的区域 ，F 国的搜索队也是毫无发现。搜索范围扩大到十公里。还是那句话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报告左队长，有杜局长的电话。接过来。喂，哪位？六号接线员，为您服务。六号，你怎么才来消息？我们接到了猎影突击队的汇报，说你遭遇了不测。悬崖下面有一条暗河，我捡了一条命。我现在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六号，我命令你原地待命，我马上派人把你接回来。我的任务不能停。在这次行动之前，敌人已经开始怀疑孟马组织内部有人潜伏。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离开的话，那就变相的告诉敌人我就是那个潜伏人员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计划，我之前获得的情报也就毫无意义了。猛犸组织情报
因此我必须要继续执行我的任务。柯南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自从你第一次执行完任务之后，你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。你别胡说，我怎么就不对了？从前，就算我再纠缠你，再讨厌我，你对我最多就是冷言冷语的冷暴力，现在倒好，直接躲着我算了。我没躲你，是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了？天柯南，你老实交代，你看上谁了？我跟他公平竞争，我就不信了啊！我赢不过一个死人，我还争不过一个活人了。周阳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我田柯南，咱俩谁过分？田柯南，一开始你说你忘不了你的未婚夫，你说你心里装不了别人了，我才发誓做你一辈子的男闺蜜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好了，你喜欢上别人了。你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周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喜欢任何人，你爱信不信。你是不是又有你未婚夫的消息？柯南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你的未婚夫他已经牺牲了。你听到的那些消息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折磨自己了？你能不能面对现实了？够了，周阳！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如果你再纠缠我，我就申请转业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如果我再管你的闲事，我就不叫周阳。喂，中原，睡了吗？没呢。怎么了？在干什么呢？第一天到新环境感觉怎么样？这边有我爸和江寒在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。我听说项目已经启动了，什么时候开工啊？项目才刚刚启动，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这个不是冲锋陷阵，当然得慢慢来了，出一点错都不行。哎呀，其实说实话，我还真担心自己干不好。怕什么？有爸爸帮你，还有我这个老公在精神上支持你，一定能干好。对了，有个事儿我想问你，就你那个闺蜜田柯南，还有她未婚夫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也没什么。今天偶然听别人提起，我也就听了个大概。啊，田柯南三年前本来要结婚的，可是他那未婚夫去执行特勤任务就没回来。没回来？哎，听说当时是被炸弹牺牲了。你见过那个人吗？聚会的时候见过几次。有照片吗？你说呢？人家是特勤人员，怎么能跟我们照相？就连他和田柯南那张结婚照都是退出一线申请报批了之后才拍的。退出一线？那在结婚之前执行的应该是最后一次任务了。是啊，哎，谁知道就那么巧，当时啊田柯南差点都没缓过来。我知道了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明天是不是还要忙啊？哎，你打听完事儿就要挂电话呀？你这人目的性也太强了吧。真不是，明天一早我们可能有任务，我得养精神出任务呀。行行行，你就拿出杀手锏来了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啊，对了，注意安全啊。晚安。晚安。
进来。中原，我正好找你有事，进来坐。是。你们这次营救人质的任务以及321特别手段完成的都很出色，上级领导对猎影特战队的这次表现还是充分肯定的。那就好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任务虽然完成的很出色，但是对于特勤人员的安全保障问题做得不够好，所以要在下一步行动当中能够制定作战计划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到特勤人员的安全保障问题，不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。参谋长，我就想跟您谈这个问题。你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吗？是。好，那咱们下不为例。下不为例？可是这一次我已经跟你说了下不为例了，你还说这一次干什么？参谋长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我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。您赶紧下班吧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参谋长，谢谢。中队，有事吗？我有点话要跟你说。太晚了，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能不能明天再说？那个人，他没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了，这次行动的那个人，他没事。他真的没事？我亲自跟领导确认过，领导让我们今后要注意保护特勤人员的。中队，谢谢你告诉我。陆航，你是不是找这个？你怎么会在我这儿？带我去见八班。你要挟我？你因为我这守卫松懈，就想挟持我当你的护身符？特殊时期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只能用特殊手段。可惜啊，你忘了，我是八面佛家族的巴摩尔的妹妹，可不是橱窗里的洋娃娃。陆航，起来，别装死。陆航，陆航，陆航。陆航，陆航，哎，别乱动，我刚给你包扎好的。你看看这儿，你熟悉吗？看样子我已经无路可走了，是吧？不，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啊。如果你想趁人之危，我宁愿去选择死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就不能等我说完了你再选择吗？行，说吧。